好的，超火红的乐天女孩飘身海外，人气成员云溪代言陈怡担任山口县的观光大使，推广好山好水，当地的电视台更邀请他们上节目，三个人表演了单曲 Rise Up， 节目单位还特别制作影片介绍了台湾的棒球跟啦啦队，提到在 WBC 后人气再度的攀升，而云溪被问到应援的心情，她坦言自己的心态也要坚强，曾经在日本出道的她一秀日文令主持人竖起大拇指狂赞，陈怡说是第一次登上日本的节目，而且还是直播，非常的紧张，还好大家反馈都还不错。而八月份乐天也将在桃园棒球主场举办山口县主题日，双方持续的来合作。身为观光大使，云溪代言跟陈怡这一趟也到了山口市的景点菜香亭，三人也穿上和服体验日本风情。以上的娱乐讯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